没有。没有吗？他为了让我安心演出，从十五到演出，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忍着。何止是三个小时，立刻他等了你五年。怎么样了，医生？啊，还不错，医学的奇迹啊，这是。但是多留几天，好好观察一下。啊，好。从泰盛爆炸，立刻进入医院的那天起，他就是植物性昏迷，一睡就是三年。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阮念初呢？”我当时不知道你是谁，后来他经常看你的微博，翻你的照片。在他心里，你是多么重要。嫂子，其实力哥一路走来，为了能和你在一起，他所付出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。被安排的宿命乱了剧情，不该这样结局，无法开口在咫尺的距离，有一种代替交换最初的相遇。力哥，你醒了。嫂子，我去叫医生。你醒了。你伤口恢复的怎么样啊？我从家里给你带了汤。不怎么样。啊？你不在，我的伤就好不了。你一来，我的伤就好了一大半。你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你干嘛？你一进门就想要扒人家衣服啊？别没个正形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嗯。你快坐下。哦，你这个伤口确定不用包扎吗？人家伤口都是半个月才恢复，你这个真的没事吗？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。没有。
哎，我坐你车吧。不是，你去哪儿？我们还有事情没有做呢。我们还有很多时间，我得回去换件衣服。就在这儿换。这个没有门啊。有需要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考验你是不是正人君子的时刻到了，不许多看。立腾，你吹风机在哪儿啊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喜欢你头发的味道，它让我觉得你随时随地都在我身边。我看着你每一刻，你转点窗不是一个梦，除了心跳世界静了，视线暂停。李腾，别说话。